嘿嘿，你没看错，终极皮皮岛之最强上等人又来了。那我就来个机械师吧，小粉丝们说我好久都没玩了。哇，小黄鸭还是掏出了他的特雷西亚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六鬼师。厉害厉害厉害。游戏开始了，我在起点站。我出生在桥这边。看一下地图先。哇，这个出生点监管者应该是在小丑屋里面了。不行不行，那得先蹲一下蘑菇。哎，小黄鸭，你怎么过来了呀？监管肯定会从小丑屋过来起点站的。那没办法，我想过来放个娃娃的。快蹲下，监管者过来了。哎，你别过去啊。是红蝶耶，好像已经发现我了。那你快把他带走，我要蓄电机了。哎嘿嘿，红蝶快过来看啊，这里有个人在蹲蘑菇。哇，小黄鸭你过分了。来，现在有两个雷弱，就看这个家伙追谁了。肯定是选择你啊，打了我还有铁头娃呢，你啥都没有。还真追我啊！以为我上等人好欺负？来来来，看我蛇皮走位，砸爆你个大头鬼！嘿嘿，怎么说？还敢不敢飞？敢飞我就再给你一个大板子！可以，很聪明嘛！哎，还抽到我，再砸！啊，走位走位走位！哦，这都被我躲刀，真是太秀了！来来，再来一个翻板加速，直接冲到车上去！嘿嘿，小红蝶，我先走一步啦！哇，导演红蝶传送到我这里来了。诶，风水轮流转，终于轮到你了，好好溜啊，我先修电机了。哎呀，还是躲不开这一刀。你不会又往我这里跑了吧？那肯定啊，导演救我。哇，我一个上等人怎么救你啊？对了，你赶紧绕旋转木马呀。嘿嘿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如果红蝶点了追猎，那你就死定喽。啊，追猎是什么？就是监管者在追击过程中不进行交互和攻击，连续追击8秒呢，就会增加10%的移速啊。哇，那这个红蝶可千万不能点啊。不过看样子他应该是没点的，你放心溜吧。哇，我电机都修完了，你还在转啊？反正只剩下最后一台电机了，我先把二站台的灯打开啊。如果你倒了，就直接往车上跑，知道吧？好，那我就继续陪他绕。这个红蝶真是耿直呀，还在陪你转。摸个箱子看一下。居然是橄榄球，心疼这个红蝶，这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啊。队友电机压好了，我先去贴门，你加油啊。哎，他换了辅助技能，那应该是换成闪现了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啊，你说慢了。我在拉大门了，你往我这边跑。来了。什么？你们问为什么这一把没有小黄鸭的视角？小黄鸭你自己说。因为我没有路啊，气死我了。哎，也没事，导演全程围观小黄鸭的天秀瞬间啊。这祭祀还开大井盖，我帮你接了，一会儿实在不行你就穿井盖去对面。哎，这个红蝶有点意思啊，还专门跑过来打井盖。我人皇布。哇，小黄鸭天秀啊，这都被你躲开了。走走，我帮你看着，不让它飞。哎，这个小红蝶直接自闭了。好可怜的小红蝶啊，让你以为我们两个好欺负。哼，溜了溜了。